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次是我们薄暮乐聚的第二个的 lecture demonstration。 我们请来就是年轻的单簧管好手冯日山，帮我们演奏了这个斯特拉文斯基的三首单簧管小品。我们现在请他讲一讲这首作品，很特别的这首作品，是在单簧管的整个作品，即係寫俾單簧管作品裏邊係好特別嘅角色嘅，冇錯啊，你講講。首先多謝你邀請我嚟呢一個 series 啦。冇錯，呢首史特拉文斯基嘅作品咧，係可以話係單簧管獨奏，即係 unaccompanied 嘅第一首作品嚟嘅。咁所以之後對好多作曲家嘅影響好大嘅。當時雖然寫出嚟，佢係一個禮物咁樣去俾佢嘅單簧管朋友啦，咁亦都係佢嘅即係俾好多錢金主，係啦，金主啦，係啦，慈善家就Reinhardt Werner Reinhardt 嗰陣時喺瑞士嘅，係喺瑞士嘅時候，咁係啊，即係舉足輕重啊。雖然首作品唔係特別長，咁仲有話同而家有少少對應，應該因為1918年啱啱係西班牙流感流行嘅時候。咁我哋而家講翻一首喺嗰陣時作嘅作品。係啊，係啊，真係。咁史特拉文斯基，我哋個個知道佢就係呢個最出名就是《春之祭》啦，或者《火鳥》啊，或者呢個 Petrushka 嗰三套舞劇。咁佢嚟到1918年嘅時候，佢就因為大戰嘅關係，佢啲作品就變咗小型咗噶啦。即係喺呢個差唔多時候有首叫做士兵的故事啦，即係 Soldier's Tale。你有冇吹過 Soldier's Tale？我自己有吹過一個 conducting master class 咁樣，係按呢一樣嘢嘅，即係睇嚟好多指揮家，即係或者指揮嘅堂咧，都中意用呢首作品，可能因為佢嘅裏邊嘅節奏啊等等咁樣，係啊。咁其實呢一首Three Pieces for Clarinet 咧，都係因為佢嗰陣時Werner Reinhardt 即係就俾錢去做 Soldier's Tale 呢一件事，咁於是佢就Stravinsky 就多謝。Reinhardt， 喂，咁所以我寫呢首嘢俾你啦，因為本身佢自己係一個即係業餘嘅單簧管手咁樣。佢後嚟仲儲咗好多 Stravinsky 嗰啲譜噶嘛，有個 archive 喺度。係啊，冇錯啊，冇錯啊。我都想有個咁嘅金主。咁呢首作品其實呢三首小品同呢個 Soldier's Tale 有冇關係咧？你覺得？其實都有唔少關係㗎，中間有啲段落咧。當我吹的時候咧，揾翻好像差不多添嘅啲 figure， 即係例如有一個位係一吹落去，咦？點解好像即係直接搬過嚟嘅？就轉少少嘢。即係呢啲聽到不倫嗰啲咧，好似中間 second movement 直情個 key 都一樣咧，就係。即係一啲咁樣嘅音嘅嘢啊，就好似係喺 Soldier's Tale 咁樣。咁 Soldier's Tale 裏邊好似都有一段叫做 Ragtime 嘅段落㗎。嗯，冇錯嚇。咁喺呢段時間，斯特拉文斯基亦都受呢個爵士音樂嘅影響。即係我哋記，即係留意翻斯特拉文斯基當時就唔係好似我哋而家可以上 Internet 聽嘢啊，或者有啲錄音。佢都係受一個瑞士嘅指揮影響，就叫佢聽一下啲爵士嗰啲嘢。咁後期佢就喺佢嘅音樂裏面用到啲元素。嗱，我哋睇翻嗰首作品啦，就逐逐啲又逐啲嚟講。對你嚟講，呢首作品你學習嘅過程，你係覺得係點樣樣？我其實學呢首作品一開始學嘅時候，就係學佢嘅節奏為主啦，因為或者佢係呢個風格啦。因為當時一開始接觸呢首作品嘅時候都幾後生。咁當時學嘅時候，哇！啲拍子都幾難喎，跟住之後又高又低，係咯，陳教授你都有喺個 description 嗰度講過，佢係好 colourful 嘅一首作品，咁裏邊要做嘅嘢其實真係幾多㗎，雖然佢得四分幾鐘，咁係咯，第一個感覺係個節奏咁樣啦，咁跟住再之後再去理解佢嘅時候咧，佢個聲音揀嘅聲音咧，俾我嘅感受係幾大嘅。你同我講話好似喺個做一個獨腳戲咁樣喎，係啊，冇錯啊，係啊。另外就係好似一個獨腳戲咁樣啦，即係佢三首作品裏邊咧，每一首作品都有一個好 distinctive， 一好獨特嘅氣氛，一個氛圍喺入邊咁樣。第一首作品就其實 Stravinsky 佢自己都有講嘅，佢係一個
personal and private reflective set of sound 咁樣，即係佢冇直情冇叫佢做一首歌咁樣，即係一個聲音嘅好內在嘅一個 reflective 嘅感覺。咁我玩嘅時候我覺得個感覺有啲似可能一個拉丁文嘅 chant 咁樣嘅。咁好平淡，好似呢度嘅 acoustic 咧都幫到呢首作品去演繹嘅感覺咁樣。嗰三首作品裏邊換咗樂器嘅中間，係啊，咁或者你講嗰兩件樂器嘅唔同先啦。即係開始頭嗰個部分，你係用另外一支嚟吹嘅，到最尾嘅部分嚟換。係啊，一開始就用呢支就係 A clarinet 咁。之後最後個 movement 咧就用咗一支 B flat clarinet， 咁你見到咧其實兩支樂器咧差唔多嘅，個長度咧 A clarinet 咧因為成支樂器低咗半度嘅關係咧係長啲啦。咁其實好多時候作曲家去揀呢兩支樂器都係因為嗰首樂曲嘅嗰個調性嘅關係啦，咁方便啲，唔使咁翹手啦。咁但係亦都好多作曲家係因為個音色嘅考慮去揀用 A clarinet 或者 B flat clarinet 嘅。舊少少嘅可能有布拉姆斯啦，布拉姆斯佢兩首好緊要嘅單簧管奏鳴曲咧，都係寫俾 B flat clarinet 嘅。咁但係當佢覺得需要一個比較 warm 啲或者blend 啲嘅聲音嘅時候咧，佢就會寫俾 A clarinet， 就例如佢嘅五重奏，即係同string quartet 一齊嘅五重奏啦，或者佢嘅三重奏咁樣。咁呢一樣嘢喺佢嘅 symphony 裏邊都反映到出嚟嘅，即係唔同時候如果佢想比較有一個比較 flexible， 一個比較 free 啲嘅感覺嘅時候咧，佢可能會用 B flat clarinet 去寫，但係一個比較 warm 啲，比較可能暗啲嘅聲音嘅話咧，佢就會寫 A clarinet。布拉姆斯你舉都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因為佢係好擅長用啲中低音嘅樂器。係啊，冇錯。佢寫一個大提琴嘅奏鳴曲啦，咁佢啲 clarinet 又有時好多時用佢嘅低音區。咁嗱，呢首斯特拉文斯基嘅三首單簧管小品，第一個樂章就係非常之善用呢、這個單簧管嘅低音區。佢有個名嘅喎，呢個低音區，或者你講講。係啊，個低音區咧，即係由最低嘅音去到未上去，我哋叫高音啦，就係跟住之後上去高音嘅時候咧，我哋就有個 register key 就上去，就好似小提琴要轉上去泛音咁咯。咁但係當然啦，我哋嘅控制同小提琴上泛音就有啲唔同啦。我哋直情有個掣去幫我哋手嘅，咁。這個低音區叫什麼？這個低音區就叫 Charlemo。 Charlemo 是一個法文來的。是啊，是法文來的，是啊。你好像帶了一支 Charlemo 來的。沒錯，是啊。因為單簧管早期就其實由這個 Charlemo 發展出來的。是啊，是啊。大約1730年左右，當時其實是一個民間樂器來的。覺得它的聲音幾獨特，跟著慢慢演變，尤其是加了個 register key， 即是上高音的掣之後呢，咁就變成咗當時嘅 baroque clarinet 咁樣啦。咁 Charlemo 嘅聲音係點呢？其實就好蒙下個，我自己覺得呢一支 Charlemo 咧就唔係當時嘅嗰啲 replication 嚟嘅，呢個純粹係一支可以玩具咁樣嘅 Charlemo 嚟嘅。咁但係完全個結構個聲學嘅原理咧都係一樣嘅。咁個手指個撳法咧，其實有啲似木桶笛噶，係啊。咁佢就冇而家現代呢啲嘅單簧管嗰啲 key 啦，咁就變咗就音域就有。音域係有限啦，尤其是如果我哋單簧管其實同 Charlemo 一樣咧，一上咧就會同一個撳法，即係可能例如。的時候呢，他如果一上呢就會變成都有點難度，因為沒有了一個沒有了key，是啊，那強上去那就會都上了幾高下咯，是啊，那單簧管就有了中間銜接的音啊，那就變成在樂隊用就會多用多用咗啦，就即係當個 key system 發展咗出嚟之後，係啊，冇錯。咁或者講翻呢首作品啦，嗱，咁你用個 Charlemo 嘅音區用得非常非常之特別，或者你講講你奏呢一個樂章嘅時候，你覺得係
有啲咩特別嘅地方？嗯，好啊。當我奏呢個樂章嘅時候咧，其實個感覺係個空間好闊嘅，尤其是個開頭嘅時候。當我一路去研究嘅時候，就如果有留意頭先，如果 catch 到頭先嗰個個錄音嗰、那個地方咧，就可能聽到中間嗰度咧有不停咁樣 repetitive， 有一個 motif 咁樣係一個咁樣嘅一個 fa mi re do 嘅一樣嘢，不停咁樣去 loop， 咁好似一個 ostinato 咁樣，咁就用唔同嘅方法去。咁令到我覺得其實成首歌好似都係 based on written 嘅 E major 或者即係 concert C sharp major 咁樣嘅一首歌啦。嚇、啊，咁就不停嘅碌碌碌碌，但係就即係好用到好盡呢、這個單簧管嗰個低音區嘅特色。係啊，對我從一個聽者或者從一個作曲嘅人嘅角度，我就覺得好神奇一樣嘢，就話當佢碌下碌下嘅時候。突然間大聲，突然間做一啲佢成首嘢都成，即係呢段成段冇做過嘅嘢咧。哦，完咗啦，呢個 set 或者你吹吹嗰度，即係臨結尾之前少少嗰度。臨結尾嗰度咧，係。呢啲就係我自己覺得斯特拉文斯基神奇嘅地方。有時佢碌佢帶你行咗遊花園，突然間哦，你知道哦，已經完咗啦咁樣嚇嚇。咁其實史特拉文斯基咧，佢最後係好似有一個整合咗嘅一樣嘢嚟㗎，因為頭先講過成首歌嘅感覺好似有一個 E major 咁啦，但係一開始其實冇一個好明顯嘅牽砌去到個 E 音，其實去到我份譜嘅第二行最後嗰個音先至真係話俾我哋聽，我哋啊嗰個底音喺邊。一開始好似兜兜轉轉吊起咗嘅聲音，甚至咧有一啲好似暗湧嘅聲音喺入邊，就係、是、個 F 音，即係一開始咧發嗦咪啦瑞咪瑞咪，一路都未去到個哆咁樣啦。跟住去到個哆之前咧，佢仲加咗一個。跟住嗰下就，有啲咩事發生咧？咁樣點解會咁咧？就係、是、我諗係令到我哋有一個幻想，係好似一個滔通，即係好不穩定嘅，即係咁去到個E音咧都唔知啊！其實呢個就係、是、就好似到咗啦咁樣，咁就咁完之後，佢就一個好大聲，係啊，咁就完咗啦。但係呢啲其實喺佢士兵的故事裏邊都好多呢啲咁嘅情況，因為佢用咗好多唔同嘅組合，即係將啲音係一啲好唔喺當時嚟講係一個好唔傳統嘅組合咁樣嚇。咁啊，第二個 movement 咧，第二個 movement 咧，我覺得佢更加深化咗呢個對聲音嘅發展同埋研究嘅。以第一句為例咧。其實聽落去咧係一個好，即係如果淨係睇個 root note 咁樣咧，聽落去係一個好傳統嘅五一嚟嘅，有個即係好似係一個咁樣嘅。咁但係咧，聽落去個聲音就完全唔會係咁樣嘅聲音啦。點解咧？就是因為佢有好用咗兩色唔同嘅聲音，跟住之後好似搓泥膠咁樣搓埋咗一齊，兜兜轉轉兜兜轉轉啊放出嚟咁樣，咁所以咧俾我個感覺咧，其實係有好多想像空間嘅。當我吹佢嘅時候，因為呢個聲音好似喺度hint 緊一啲嘅調性，而個調性喺裏邊。是比平常的可能就咁普通 classical 嘅調性咧，更加多變，更加多色彩咁樣。咁所以咧，可能我吹嘅時候咧，我係諗緊咧，一個調性可能係跟住之後就去咗一個。
咁樣嘅感覺，咁、就哇好圓滿咁樣。啊，呢、這個其實就係 clarinet 嘅第二個音區嘅音色嚟嘅呢個。都係啊，啊主要係佢叫 clarinet 嘅一個好似中音區啦，對佢嘅中音區嘅音色。咁、但係佢中間呢段咧，呢個 section 嘅中間嗰段，佢又走咗去翻去個低音區嗰度做一啲好有趣嘅節奏嘅嘢。你講講嗰度啊？係嗰度咧，就係頭先我同你講過咧，好似一個獨腳器嘅最有代表性嘅一個部分。因為呢度好似有兩個唔同嘅角色喺度對答緊嘅。一個角色咧就係一個好似跳躍緊嘅角色，就跟住有一個好似即係普通地講嘢，佢呢個 dynamic 都好唔同啊。頭先嗰個係 pianissimo， 呢個係 mezzo piano。跟住又去翻第二個角色。嗱，佢而家呢個係我哋講嘅斯特拉文斯基，我哋係人都知道佢係一個好偉大嘅寫管弦樂嘅，但係佢而家用一支樂器，係啊，就我哋聽 Petrushka 或者聽春之仔嘅時候咧，佢好似一個攝影機咁樣，突然間影下呢度，影下嗰度，我哋叫佢嗰啲叫做scissors and pace 啊，即係話佢嗰啲就唔係話有個過渡咁去嘅。突然間影喺呢度，突然間影喺嗰度，呢度又係好似春之仔咁樣啦。突然間呢個人講嘢，突然間嗰個人講嘢，佢就係善用咗單簧管嗰個音色嘅對比啊。佢就你頭先講話喺嗰個力度上高嘅標記啊，有啲係細聲嘅，有啲係擘大聲咗嘅。咁你變咗好似兩個人喺度傾緊偈咁樣。咁呢啲係斯特拉文斯基非常非常之擅長嘅，但係。佢犀利嘅地方就話，佢一個大樂隊去做到，但係今次係一件樂器裏邊做，仲要係淨係得一個音啫。小提琴可以一次過玩幾個音。另外就係佢揀嗰個音區咧，我覺得都非常之好啊。好似陳教授啱啱講咧，嗰個 clarion 嘅音區咧，其實係比較似唱歌㗎，即係好似一個 soprano 咁樣。好多管弦樂作品裏邊，即係可能無論係。最歌唱性嘅係啦，最歌唱性嘅都寫俾單簧管，都中意用呢一啲音區，即係呢啲全部都係我再嚟一次咁，係咯，大家可以聽下嗰個比較。非常之有趣，非常之有性格嘅，即係嘅旋律嚟嘅呢個。咁呢一段就一個好簡單咧，即係開頭嘅一個素材，然之後中間呢、這個咁好似人對話嘅，然之後突然間又翻翻去開頭嗰個素材，咁就完咗呢段嘅啦。咁呢段你仲有冇咩特別嘢？你覺得係聽眾值得留意嘅？我覺得最主要都係嗰兩個聲音嘅轉換咯，即係好似兩個聲音不停咁樣喺度交織。不停咁樣有交流咁樣，但係你永遠都唔知道究竟最後係即係好似兩個比賽緊嘅聲音，你唔知道最後究竟會係個結局係點樣嘅咁樣。咁佢最後亦都有一個好有趣嘅結局咧，就好似hint緊一個E major 咁，即係第一個樂章嘅主調咁樣。咁之前可能佢去緊唔同嘅聲音，可能有嗰啲。咁有啲可能係頭先嗰啲係呢啲嘅聲音啦，跟住不停咁樣去做唔同嘅轉調啊，咁樣去到最後咧係咁樣嘅感覺，係咁就完咗啦。仲好特別嘅就話呢個咁短小得四分零鐘嘅作品裏邊咧，佢每一個段落完咧都有啲唔同嘅方法嚟完。第二樂章好似仲有一樣嘢值得講就係。冇巴拉嘅，冇小節線嘅。有啲斯特拉文斯基研究嘅專家就話，佢唯二一個其中一個作品裏邊冇用小節線嘅。真係啊！其中另外一首就係 Symphony for Wind Instruments， 但係因為都要有指揮後嚟，佢都加翻小節線落去。呢個就係第二個，真係冇用小節線。其實都啟發性好大嘅，因為過咗呢首。
第一首嘅單簧管獨奏曲之後，好多作曲家寫俾單簧管嘅作品咧，都揀用冇小節性，或者個感覺係好即興咁樣嘅寫法去寫咯，係啊。最後呢、這個呢首三首小品最後一個部分就好明顯用咗爵士嘅元素啦。咁、有甚至乎有啲專家就走去揾埋原本嗰、那個爵士樂手吹係點樣，佢點樣寫得翻自己用咗嘅。咁你自己吹呢、這個你覺得冇咁難嘅啲樂，你覺得係點樣？仲有唔完全啫，但係係啊，好有趣嘅，即係佢嗰個拍子嘅感覺。一開始學習嘅時候，其實都有啲難度嘅。這個第一是因為個拍子，第二是因為佢啲音啊，佢成日咧就會有啲好類近嘅音，爭咗一個半度就會轉啦。咁好容易一開始唔小心咧就會學錯咗，明明 sharp 就吹咗 natural， 或者 flat 就吹咗 natural 咁樣。嗰啲唔係你習慣嘅嘢，即係因為你話好容易吹錯，即係你習慣咗第二啲 pattern。但係斯特拉文斯基犀利在就話。呢啲好相似嘅 pattern， 但係佢一轉就轉咗少少咁樣，同埋佢好快就會有嗰啲嘅轉換啦。咁、所以令到個聲音好似不停咁樣喺度變化緊、你唔知道佢去緊邊度，但係就好、那個感覺係好快咁樣去行緊咁樣咯。咁呢個就用咗支B flat， 即係佢喺個譜裏邊講明咗係要轉 B flat， 係啊，轉 B flat 咁樣嘅。咁就有冇人試過係吹係唔轉 key 嚟吹嘅咧？我真係未聽過啦。係啦。同埋斯特拉文斯基好似講到好清楚份譜，你唔好轉我任何嘢，要跟足我份譜去演奏。係啊係啊，佢有講到有三樣嘢嘅，第一就係嗰個速度啦，第二就係嗰個唞氣位，係啊，同埋佢啲 articulation， 佢真係跟得好足。咁佢亦都寫得好足嘅，所以就完全知道曬每一個音要點樣吹啊，啲唞氣位，佢都有講到唞氣位咧，即係你應該舒服地唞氣，即係喺個樂曲入邊去唞氣，咁就好啦咁樣。咁所以聽唔同嘅 recording 咧，有唔同嘅大師可能會有唔同唞氣位上面嘅演繹咯。咁但係你聽到其實都同出一節，都係佢哋去明白首樂曲嘅意思咁樣。呢一個段落你覺得有啲咩特別嘅嘢？即係當然就話 rig time 呢、這個即係好多切分節奏，即係好多唔係喺個你覺得唔係一個。即係落重拍嘅地方，好、多呢啲係好似打緊 C 一咁樣嘅電落咁樣。你覺得有啲咩特別？係啊，佢最特別嘅地方係佢成日有嗰種好似打 C 一咁樣後半拍嘅感覺啦。跟住佢有好多有啲裝飾咁樣，三連音嘅裝飾咁樣啦。同埋 ragtime 佢嗰種節奏感啊，嗰種感覺，即係嗰種嗰種 style 嗰種係啦方法，咁但係咧，其實史特拉文斯基自己都講咧，佢寫呢啲 ragtime 嘅作品嘅時候，佢唔係真係想寫一首 ragtime 出嚟嘅，因為佢都係用緊自己嘅聲音啦，即係自己想表達嘅嘢啦，只不過佢借咗嗰一個咁樣嘅風格嚟去作曲咁樣。其實咧喺個士兵的故事裏面都有一段 ragtime， 而那段就是他第一段即係用 ragtime 呢個 style 去寫嘅作品咁樣。咁嗰陣時就係佢嘅指揮朋友介紹佢，即係美國翻去歐洲嘅時候就我俾一沓 ragtime 你睇下啦。咁呢啲係新音樂啊，但係當時嚟講其實 ragtime 喺歐洲大陸係好新嘅一種音樂風格嚟嘅。咁就佢於是咧就睇咗嗰啲有一啲係 piano reduction 嚟嘅，有啲係一啲 instrumental score 嚟嘅。咁佢睇完之後，佢自己抄低咗一啲譜，咁跟住就好個人去想擺喺佢自己嘅音樂入邊咁樣。佢好似仲話佢叫呢啲叫做佢自己嗰啲叫做係一啲即興演奏嘅素描，因為佢後嚟走去聽一啲真係爵士演奏咧，就話原來演奏係過癮過睇份譜嘅，因為我哋如果明白爵士都係嗰個現場演奏嗰種即興成分。是很重要，所以斯特拉文斯基之前講到明話，我呢啲唔係即興演奏，我係寫曬俾你，你要跟足嚟奏嘅。咁就只不過係好似一個即興演奏嘅素描咁樣，即係好似我係講清楚曬，你要奏到好似即興演奏咁樣，但係你要跟我嘅指示嚟奏咁嘅意思嚇。係啊，或者你吹少少呢一段一啲好特別嘅地方俾。好啊，其實個頭嗰度已經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 off beat 嘅感覺嘅嘢，同埋嗰個裝飾嘅嘢。
咁樣嘅感覺啦。咁如果聽翻佢第一首寫喺Soldier's Tale 裏邊嘅嗰一段 ragtime 咧，都有啲類似嘅嘢嘅。佢有一個係。呢、這個Soldier's Tale 嗰啲，係啊，呢個係 Soldier's Tale。你唔講我以為係咪？係啊，同埋個 key 都好似係個音區係全部係同。係啊，呢其實我睇緊呢個係小提琴譜嚟嘅，我 transpose 咁樣嘅，係啊。咁因為個旋律喺小提琴嗰度，咁呢一個其實係佢之後1919年嘅時候就將佢編製咗成為一個 trio， 一個小提琴、單簧管同埋鋼琴嘅一個 trio 咁樣，咁就將士兵的故事裏邊。嘅音樂成為咗一個組曲咁樣去呈現出嚟咯。同埋喺呢個時期嘅斯特拉文斯基都同歐洲嘅好多大家一齊合作啦，畢加索係其中一個啦。好似佢又寫咗個五個小節嘅音樂俾係提獻俾畢加索，飲醉酒嘅時候寫嘅。係啊，係好有趣嘅，因為其實佢寫嗰五個小節俾畢加索嘅時候，係俾佢寫。士兵的故事或者呢三首單簧管作品更加早嘅，係啊，佢1917年嘅時候寫嘅，喺羅馬寫嘅，係啊，喺羅馬，係啊，係，仲要寫喺個酒店嘅出電報嗰啲紙上嗰度嘛。喂，你有冇試過出電？係啊，我可以試下。就係咁多啦。佢仲要講明係俾 Karen 嚟嘅喎。係啊，即係喺個上高寫明係俾 Karen 嚟。點解提畢加索咧？就因為斯特拉文斯基出版嘅 Ragtime 嗰個第一個嗰、那個封面咧，係啊，斯特拉文喺呢個畢加索幫佢畫嗰個封面，畫埋斯特拉文斯基同埋畢加索兩個人喺埋。係啊係啊。大家如果有興趣去揾咧，就係、是。當時其實佢哋呢啲咁嘅大家喺歐洲嚟講，有好多次合作做一啲表演嘅嘢。阿畢加索去畫嗰啲做嗰個 stage design， 而呢個斯特拉文斯基作音樂。咁啊，如果能夠生喺嗰段時間都係好慶幸，因為你見到啲咁大家。咁啊，佢哋頭先講話呢首三首單簧管小品係喺。啱喺西班牙流感嘅時候，咁對我哋嚟講好似有一個共鳴咁。係啊，嗱，你過去嗰大半年，你對你嚟講都好大影響喎。你大家都係啦。你可唔可以講講喺過去嗰半年，你嗰啲演奏嘅日程係咪，或者教學嘅日程都即係變曬？係啊，都完全地變咗。我諗同身邊個朋友都係一樣，都係即係演奏就全部停曬啦，因為疫情嘅關係。咁當時第三波爆發之前就好好彩有一場嘅演奏嘅，咁嗰陣時玩貝多芬嘅第七交響曲咁樣，咁一玩完之後第二日就閂館啦，咁啊真係勁好彩。咁但係前前後後其實演出都全部係 cut 曬㗎，咁藝術節嘅節目要排期啦，跟住可能創樂團嘅節目又要再排期咁樣啦，咁變咗就有空間咧，俾我去搬我嘅琴室啦。咁我就喺五月嘅時候搬咗琴室。咁其實都慶幸有呢個空檔啦，因為好難想像，如果原來搬琴室係一個咁大嘅工程嘅喎。咁難得有呢個空檔嘅時候，咁就搬琴室就即係方便啲，唔使話撞咗有表演嘅日程啊咁樣咯。我哋如果唔調翻轉頭睇咧，就以為覺得好似自己好唔好彩咁樣。但係你如果回望翻，斯特拉文斯基時，佢當時又遇到大戰，本大型嘅演出又係冇曬，咁又有疫情，咁亦都有影響嘅。咁我哋大家都係朝好嗰方面去諗啦。咁你今次睇翻呢首斯特拉文斯基嘅三首單簧管小品，你有冇諗翻起你學咗嘅其他後期嘅作品係受呢首影響嘅？這個當然有㗎。其實睇好多後期嘅作品咧，都揾到呢三首歌。嘅一啲影響或者即係一啲影子喺入邊咁樣嘅，我覺得另外一首好有指標性嘅就係Burial 嘅 Sequencer 啦，因為佢我哋啱啱對上係啦，所以我覺得我可能吹兩句咁樣
第一樣嘢咧，就係、是、其實 Burial 嘅 sequencer 呢個係第九 A 啦，咁就係俾 clarinet solo 嘅，1980年寫嘅。咁佢中間有一段咧，又係好似史特拉文斯基呢三首歌裏面用咗兩個半度係呢、這個呢兩個，咁你聽到咧會好多，即係呢啲咁樣。究竟佢係要就係去呢個咧咁樣嘅感覺嘅。咁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又係冇小節上面嘅，又係冇小節上面嘅。係啊，咁我吹而家吹呢一個段落咧，其實佢中間有啲音都幾長下，即係可以寫到要長八秒或者十秒咁樣。咁、我可能而家吹短啲，咁即係唔使拖咁長。咁睇下你聽唔聽到嗰種感覺。跟住之後繼續落去，其實都成段都係一啲咁樣嘅效果，咁就不停呢兩個音喺度，好似即係一路行落去咁樣。咁我哋其實上次我哋講sequencer 就講長笛歌，呢、這個就係喺1980年Burial 寫俾冇錯單簧管嘅。咁大家都睇到嗰、那個即係一個成全喺度喺度。係啊係啊，尤其是現代音樂。慢慢對每一件樂器樂器嗰個要求都係好緊要。咁你自己作為一個單簧管手，你對演奏呢啲嘅現代作品有咩心得或者有咩？我自己覺得好有趣嘅，每一次睇一首作品嘅時候，都好似一個新嘅故仔咁樣。即係尤其是即係史特拉文斯基寫呢三首作品，啟發咗咁多作曲家去。將單簧管獨奏呈現成為一個獨腳器形式的演奏咁樣，咁樣嘅時候咧，即係好多作曲家其實寫嘅時候咧，都係諗緊點樣去運用單簧管咧，去表達到好多姿多彩嘅一面出嚟咯。咁另外仲有幾首作品又係個 character 係即係好分明嘅，即係例如可能 Elliot Carter 嘅 Gra 即係即係 play 咁樣嘅作品，又係好明顯睇到有兩個角色啦。跟住另外有好多即係例如英國嘅 Roxburgh， 佢寫咗一個 Wordsworth miniature， 就係大詩人 Wordsworth 嘅一啲作品，去將佢變做音樂，寫咗幾個 character piece 咁樣。又或者再早少少嘅，可能梅西安佢嘅 Quartet for the End of Time 裏邊嘅嗰首單簧管獨奏，真係非常之感動嘅，即係用咗單簧管嘅 Shallow Mode Register 去表達嗰種好佢寫係好 desolate， 即係好 sorry， 就好 expressive， 好 sorry 嘅嗰種感覺啊咁樣。咁即係見到各個作曲家都將呢個樂器可以做嘅嘢咧，發揮得淋漓盡致，用佢咁啊！史特拉文斯基第一個行出第一步，係啊係啊，而且佢好咁就係喺一首四分幾鐘嘅裏邊就做咗咁多嘢，係、其實係我哋學係即係有無窮嘅靈感俾到作曲家或者俾演奏。係啊，將來有機會我想再請你嚟咧，就講你頭先提出咁多嘅作品。好啊好啊，咁今日就多謝曬大家嚟聽我哋第二個嘅 lecture demonstration。我哋嚟緊仲有一個第三個就係吉他嘅講，咁希望大家到時都嚟同我一齊聽聽呢個無滿切同埋披頭四嘅吉他音樂有咩嘅特色。多謝大家。